Ray TV，大家接个大巴，我是 Ray，今天带大家来逛一下巴黎的这个沙雕展。它这个啊，好像还有沙雕跟光雕合在一起的感觉。那沙雕展呢比较快结束，然后光雕展好像持续到明年的1月。我看一下哦，有这边有写，光雕的部分呢是8月16号到明年的1月12号。然后沙雕的话呢是8月16号到10月19号。OK，接下来就让大家来逛一下吧。虽然说今天是沙雕展的最后一天了，但大家留下做纪念吧。然后呢，我现在是用 Osmo Action 的相机去做拍摄，然后搭配的是Wireless Go 的一个5000麦克风，但今天在海边，风是有点大，所以风切是应该会有蛮大的。然后目前呢，市场采用它第二段的那个增益值，因为我觉得第一段呢、啊，它虽然说比较没有杂音，可是可能是因为我说话音量太小了，然后所以第一段我就听得不是很清楚。我去看影片的话，还要再特别把它放大，所以比较麻烦。所以我想说，就试试看从第二段开始录，希望这次录音结果会比较好一点哦。这边呢，好像是连续几年都陆续有展出这些像沙雕的作品，我觉得都还不错。每一年他来的一些作品呢，就觉得都蛮有特色的。这个呢是用猫头鹰做成的，我看一下它是的名称叫做，对。叫做恋人，不好意思，那个字我突然忘记怎么念。然后这里来看一下，这个作品呢，它的名称呢叫做《当下即永恒》。这是我看的最后一个沙雕作品的，它名称呢叫做《爱恋之后》。OK，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巴黎沙雕展的展出内容。那这边呢还不错，那旁边呢就靠近这个淡水河出海口这边的，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儿童的戏沙区，所以带小朋友来这边逛逛玩玩是还蛮不错的哦。然后等一下呢，我要去拍摄这边的光雕展。不过我刚刚问那个工作人员啊，他是说光雕展是晚上6点才开始点灯。他说6点之后点灯之后才比较漂亮。那目前没有点灯，他建议是我去旁边的时尚博物馆逛逛之后，晚上6点再回来这边看。OK，那我就去时尚博物馆逛一下，然后之后我在晚上再找时间回来这边拍摄晚上的光雕展给大家看一下哦。You make me nervous.
me to. We can take it slow, make sure we do this right. Canceled all my plans to be with you tonight. Tonight. So just sit with me, talking to the night until the morning, building chemistry. I don't think I ever wanna go come closer next to me. Trying to find another way to say this, but I think